要不要把西洋念什么？梅福到底么子不离吃吃？光西洋有啥用呢？自家一个大锅头，我啥人弄不离吃？那奶妈妈走来了，拜拜。哎呦，中间啥子？哎呦，中间啥子？中间啥子？哎，为啥还把脑袋关在笼子里啊？我觉着侬动物关在笼子里，见着谁是娘的？搿种人应该去判刑。那么动物有呢？遇上出事。然后人进去呢，也得人应该得了笼子里进去，让动物得了外头，然后狮子去关了个笼子里，我生关了笼子里，松鼠关了笼子里，哈，人真的太残酷了。我想那个地夜里向盖也困不着呢，现在。你吃吃看金庸放太监个邓松松，手里勾得海个人搞不懂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样我现在那中指痛，窄得不得了哦，坐开来了。一个中指不得了，皮囊向说明海。你应该讲说明一指皮滑。那个豆是用猪油菜的，这里太咸。好吃好吃，豆油菜吧。还吃自家去买啊？他这奶娘辣帮国家白吃两个。哪把还是玩？你只知道都是打我们嘞，还来了一把，你肯把个？不肯。你吃吃还有送我那个米呢，谁带还吃？那消化就好了。消化消化嘛正常嘛。啊，你吃这一口，我想吃第二口。不是这样，你不是讲送菜饭刚要嘛？我不吃这个呢，你要猜着做你改，刚不送我了耶。你还别，你单独养两只去呢，你到时候进来熬多少啊？你欢喜呢？哎，小亮，鹅腿呢？今朝我带回去买呢。你硬硬骨头奔到儿子吃，你赚啥赚快点，欲火欲烧啊！对对对，我欢喜有始有终，否则担不起一只粽子。你那总归有闲话的啦哈！再吃点青菜，纪念一下红军上阵吃个么子。磨牙子磨熟的，磨好弄，三磨青菜，姜肉，牙好胃口好，你知道吗？种个牙子。哎，你跟锅里还不离噻，非阿么的牛非吃得噻，都女子。嗯，那个青菜真的不来噻，一盘在开朗牙齿里。那牙齿拢大。是搞我是三个青菜，一些人咬起，那个青菜哎呀，想五分钟也咽不下去。细嚼慢咽，吃得快胃不哈？我才是胃内杀香。现在你三个人拿三只粽子，金蛋光一粒饭米是吧？不上。下趟来再买点那个粽子，三只肯定不够。三百只，儿子来了肯定也那讲。到锅里去，还帮你把上海的。那一差点就靠近。你那拿轻个家？不，男人我这些还能做，一百斤的还能。不，那个地方上来个，这个不想告诉我。不，搿我不晓得。看看说明书呢？一看啥说明书啊？我这声音怎么是动作啊？那个夜空叫，是你困了上浪下，还是飞起来开着了？那么我夜空难了啊，更高还我。上午饭夜空，要不来孵娃呀？哎，他们是谁在讲夜空？再帮你比下了哇？最近娃脱个外子里呀。你哪乌鸦子了？三瓶白花梅，六只冻肉粽，还有四个皮。来，只有七百来，侬来动啊？七百啥物事？一百物事当我拿下去啊！毕竟怂。怂个屁！这样呢，一臂之力。哎，两天你吃得子我交关粽子啊！这火力劲呢？这不，你出去打打工啊？你当时我上有个灯啊？你当时我来个去啊？你是今年头一个上门来拿粽子的人哦，你是男家，我当女家嘞。一个来了啊！这位，这位，这位。没事送他，现在马上赶到西山吃中饭，据说还是五星级宾馆，忙是真的有点忙。夜明的嘞，还不接触，等了公交车站浪向停止，一分钟也不住，看谁也不看，真的是恶鬼当的。